真是社牛。崔永熙现身篮网队在户外的公开训练期间，还为队友托马斯高声唱起生日歌。 NBA 新赛季已逐渐临近，篮网队在当地社区室外球场举行公开训练，中国球员崔永熙成为场内外的焦点。他一现身就获得不少中国球迷的热烈欢呼。小崔加入给现场球迷送 T 恤的活动环节，他非常亲切地与球迷互动，还与他们合影留念。最重要的是，崔永熙已完全融入篮网队的新集体。他在球队公开训练期间基本面带笑容，看得出他非常享受在篮网队的生活。除了时不时与队友开玩笑外，作为新秀的崔永熙此番还为迎来生日的托马斯唱生日歌。只见小崔拿起话筒毫不怯场，他高声哼唱起英文版的生日歌。现年21岁的崔永熙今夏与篮网队签下一份2年的双向合同，正式开启个人 NBA 生涯之旅。我们祝愿小崔能不断提升自己，甚至能在篮网队的轮换阵容中找到一席之地。